家好，我是千鸟，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纳库的大冒险。哦，好，冲啊！他一个人确实没有问题吗？好吧，我可能我问题比较大一点。踩死你！我先解决那一只好了。跳的那个硬直太长了。好不容易打一次两次剑士，等一下又被炸死。光是两只剑士我就对付不了啊。有一种后悔开非常难的感觉。真的要躲过去也是很难，而且我等他过来一点。拜喽！应该有过一个阶段吧。
去那颗加油。我觉得我现在很希望能够收集到那个，只要击中那个敌人那个动作就会越来越慢的东西，他们太快了。打不到啊！我觉得我快要击到大绝，可以放了。好，先处理炸弹，然后再下来。他们两只，哎，那一只卡住了。
我要在这里变大一下，但是不能大多少。 从这个方向来，真的看不到。对啊，这个是普遍级的，超级困难的普遍级。 能力见识，不能让他硬了再上。我没有办法先攻击，他速度很快的。 捡他在那边等我，看我到底要怎么样，他在攻击。哎。 好吧，我开，我开大看看好了，说不定就可以通过，希望可以。怕是接下来没有到存档点，我又被送回去。 完了，要被送回去了。
哦，好险，好险！Seize him.太夸张了，怎么跑这么快啊？这机器有这么强吗？不同的印象。终于，臭家伙！啊，那该怎么躲？闪掉两次才能到那个距离。我会不会到两点都没办法关台？
扛过去，希望等一下不要死。只要跳两下，加上移动就可以闪过他的流弹。让他一个一个炸好了，这样他不会我买下朵锤子的时候都被炸到。哎，没有躲掉。哎，那个家伙死了。我想说要用闯的，来造。哦哦哦哦哦哦哦，我算过检查点了吧。Let's try that again. Like 刚刚一样拿蠢了。
瞧吧。哎，我还没死啊！我以为我死掉了。很好笑，站着不动就给他拿死。嗯，这二总只要被打中一下就死。跟你打好了。我得先上去把上面那一只小只的过不去，相对于刚刚那个打两下的好像这个旋转的比较弱一点。好吧，拜喽。代表我要进下一阶段了吗？好险！
怎么打？哇，好不容易把小弟都打掉了。Now, I'll do this myself. Yeah! 还没死，还逃。 Knack! You're massive! I am at that. Stick close now. Let's go find the others. 喜欢的话可以帮忙按喜欢，分享出去，订阅我们的频道，获得最新影片的资讯。谢谢大家收看，拜拜。